老师可是吴岱豪呢。哇，小迷妹，小迷妹，我们的岱豪老师来了。吴岱豪是一名台湾篮球运动员，主要位置是中锋和大前锋，成为全台湾史上年薪最高的篮球运动员，多次代表台湾出战国际篮球比赛，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。我们三个先投球给岱豪老师，看看你们的基本水准在哪里，不要三分线二分线就好了。岱豪老师说 OK 三分线好。认真的，太广太广太广！戴老师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太广，真的太广了。开始以为在开玩笑，想不到。我就负责投三分线，好好好，但我在投的时候，我都会那种嘶吼一声。看得出来你是嘶吼功之类的。可以躺在你的胸部上面吗？哎，停啊停啊 ！OK， 我们紧接着第二位，哎，压力大了，亮亮。光这个属于猫系列，这个是樱木花道看。OK， 我们评测结束了。我们很难教啊。不会，因为你刚刚那个狮吼功，其实在拳皇上蛮好用的，防守你的人可能都会被你吓一跳。三位的投球技术在戴老师心中已经有一个印象了，现在请戴老师帮我们做赛前的暖身。我们今天最后会让三位女孩跟另外三位男孩来尬一场斗牛，我们有请戴老师带一些简单的暖身就好。戴老师第一次教三个没有基础的女孩吗？教那么多夏令营啊，教那么多选手，我还第一次教女生，全班都女生啊。哦，对，看得出来有点紧张。先教基本的运球。加油，胯下运球。老师看不下去了，你该回去啊。老师再回去啊。会不会这几路软的三个回去脚都 OK 了？有机会哦。你直接跟戴豪老师讲这种的，哇！终于有还有差，有还有差。我们的所有暖身跟基础训练都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三对三比赛，在球场上就会面临到非常不公平的。在跟对手，我们等一下就先练习一下。三位，等一下面对的对手呢，你们稍微帮我就是轻一点。这是一个友谊赛啊，辛苦戴豪老师了。今天不会，都很有资质啊。你们的身高，为什么叫我们三位呢？因为我们看起来像座山。三位啊，请手下留情。戴豪老师，如果觉得一时兴奋的话，也可以来一下这样。最近要好好保护篮筐。棒。赔到没有钱，不要扣爆，我们等下直接正式比赛开始。好 ，OK OK。耶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就只是真的球跑。哎，你们说话算话，五颗，你们很棒，你们很棒。一起跟戴豪老师说声谢谢，走。谢谢戴豪老师，真的
辛苦。老师对于女孩今天的评价是怎么样？很棒很棒。以一般女孩子来说，其实她们的吸收能力跟学习能力都还蛮强。哦。所以说，如果我喜欢篮球这个运动，当然是持之以恒的继续训练。而且运动好事啊，多提倡各项运动，其实都是很 OK 的。